因为每次开撸啊撸的时候都噼里啪啦卡，烦死我了。所以我准备整一台新电脑。好，我要去查房了。某主播居然为了一台电脑而查房，怎么了嘛？怎么了嘛？怎么了嘛？斗鱼搞基大赛第三季冠军，请问这个搞基大赛是只有男主播才可以参加吗？不过斗鱼的这个组装电脑的主播应该也都是男主播吧？他们这个名字取的实在是，搞基大赛。还只有男主播参加的搞基大赛。哎，我们锁定的直播间就是啊，这个八零 IT 其实上次也有来过我直播间了，反正我直播间的水友估计多少都看到。还是斗鱼搞基大赛第三届冠军。我还蛮好奇的，我真的是第一次啊，第一次看这种搞机主播。那你以后把502搞机主播了。我以前都没有来过这个板块。为什么有点卡？是我卡吗？哎，欢迎我。什么？我这个电脑已经这么渣渣了吗？连查个房都会卡。哇！那我换个线路。感谢我阿冷的一发盛典火箭大旗。好像不卡了，好像哎还是有点卡。晚上好，晚上好。这是在电脑城里吗？搞基的大哥给我冷哥整一台撸啊撸包赢的电脑。撸啊撸包赢的电脑是什么鬼？撸啊撸包赢，没问题。欢迎我冷哥大军啊、哦！他的房间号是434213。这是我卡还是他卡呀？是我卡吗？这里是电脑城吗？这里不是电脑城，但这里比电脑城的电脑。不是，是我卡吗？我看他怎么一顿顿的吧。用 flash 是我卡。我之前我也看了，之前也看了这个，就是冷宝在他的鱼吧里面发的一些这个消息嘛，我也看了，还送过飞机。现在不卡了，现在不卡，不卡，现在不卡了。没有，刚刚应该是，刚刚应该是 H5，天天看你直播吧。应该是 H5的原因，我换 Flash 不卡了。三年前就看你直播了，我卡，我卡，我卡。咱们直播应该算是一前一后。我正好从事电脑行业是3年多，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正好你，正好我也在斗鱼，你也直播了。3年前刚来看你直播，看了差不多得3年多了。我电脑现在一打开直播的时候，一打开，对啊，3年前嘛，就噼里啪啦卡。对，3年前你刚来，我也是刚来，咱们是一前一后，我先来你后来，我先来的，我比你来了早好几个月。现在不卡了，卡是 H5 的原因，我的电脑还没有这么那什么，好不好？应该是这一首，就是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哇，这歌那真的老学友了。你的电脑直播之后打开撸啊撸，就怎么样？会噼里啪啦。包场。我是不是打字太快了？
你也喜欢这首歌是吧？会噼里啪啦的，那电脑打开撸啊撸会噼里啪啦的那种感觉，卡卡的是吧？一顿一顿的嘛，声卡就开始爆炸了是吧？嗯，一般这种呢，可能是由于这个，就是咱们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发生这种电流啊，就会导致你的声卡就会刺啦刺啦那种声音响。真的打字快，对，刚打开的时候是那样的，十秒钟是吧？给我整一台新的。我也是一个撸啊撸的忠实粉丝玩家，我从 S 二赛季开始玩，撸啊撸包赢，玩到了现在，我还是青铜四。二帅，你不要害羞，我不想害羞啊，但是看到女神了，看了三年多了，给你整一台新的，可以啊。没有问题，撸啊撸包赢的那一种。实在不行，你要那样的话，实在不行，要不咱俩凑一个得了，咱俩凑一个组合得了。你青铜四，你看你青铜二晋级了，我白银，进白银四进了两次没进上去，说不定我还可以带带你。你青铜四怎么带我白银吧？啊你白银了这么快。我记得我上个星期看你好像是才青铜二晋级啊，比我还菜，还说要带我，兄弟很自信啊。好，这一台电脑就搞定了啊。你冷哥可以把段位坑掉。我在想问一个问题，显卡特别好的拉，就是我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没进来之前，然后好多人进直播间就说，然后一会儿冷哥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叫冷哥，你应该叫冷宝。然后我说我叫冷宝有点不太合适，实在不行我就叫宝贝得了。然后呢，他们又进来说你也不能叫宝贝，就叫冷宝，搞得有点尴尬，因为我感觉你的电脑显卡要特别好的那一种是吧？嗯，像你这种玩撸啊撸，就是说，文能比下控，就是说，我也玩别的游戏的呀。说队友武能千里送人头，不只是撸啊撸。因为我配可坐等二十图的，我觉得应该给你配一个2080钛，才能符合。要很厉害的那种。实在不行就给你整个9900K 2080钛最高端配置得了。还要很多。接口3.0的，一开始呢，你也玩别的游戏，不止撸啊撸，要很厉害的那一种是吧？有的呀，很厉害那种配置非常多。采集卡，实在不行我给你写一个吧，我直接打在公屏上，你可以看一下。只有4.0，我不知道你对配件了不了解。给我用裂了。你对配件认识的多吗？要插声卡，插鼠标，机壳上面整30个 USB 都有，现在都带。声卡倒是不用。那我直接给你打阿冷妹妹大主播了，因为我感觉我的年龄应该比你大一点，我今年19岁，你今年应该是18岁，我的年龄应该比你大，那我直接就打阿冷妹妹大主播了。会说话。CPU 就直接给你用现在目前为止最顶配的了，9900K 中原风。你知道 CPU 是什么吗？我看你不知道 CPU 是干啥的。我们这样聊下去，今天就要把明天聊的东西聊完了。CPU 就是主频越高，FPS 越高，你玩撸啊撸就越流畅，这就是 CPU 的主要作用。然后散热，来大家学习一下，好吧？给你用的是华硕的龙神360 RGB。
这个水冷你应该知道干啥的吧？水冷是主要是散热 的，这个我知道，就相当于接上你家的水龙头直接给你的 CPU 散热，这起到散热作用的。然后内存用的是芝奇皇家16G 3200曝光。我们今天聊着聊着，然后这个内存条呢提供的是32G 插满的。这个内存条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采用的是水晶材质钻石切割面，它的导光面更加好看，就像钻石一样。你会直播给我装？这个内存条呢，它有一句广告词是这样写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芝奇皇家战机，你只不过是替下一代保管而已，因为它是终身质保嘛。看到我的无敌电脑一步一步组装的过程。固态的话就给你用蟋蟀了吧。我直接写个蟋蟀一 TB 吧，然后再加蟋蟀的512G。1.5TB 应该是足够你用的。1.5TB 够吗？字体太小了是吧？那我放大一点。1.5TB 够不够用啊？1.5T 够了吧？够了够了，我电脑里不装奇怪的东西。不需要那种特别大的，不太够。那就再给你上个细节4T，这样应该够了吧？不知道你的那个视频多不多？如果视频比较多，我没有，我没有奇怪的视频藏在电脑里。这个总共加起来才 1.5T 加 4T 才 5.5T， 比起那个 10T 啊 20T 啊稍微少多了。冷哥每次叮叮叮，我那是下载半兆，应该是足够你放一些这个视频啊，然后一些收藏的照片啊。我看你鱼吧里面有很多你的比较漂亮的照片。我伴奏没那么大，其实我伴奏就几个 G 的伴奏。M11A 哪有什么，哪有那么大吧？谢谢供你漫游在天边。不知道你那里插网线方不方便？然后呢，我给你配一个 WiFi， 可接 WiFi 也可以，不接 WiFi 的那一种。OK， 这是主板。主板你知道做什么用的吗？虽然我是直接接网线，但是有个 WiFi 还是好些。固态都是细节的啊。我自己的视频、我自己的视频我都不存的，龙猫他们存。主板你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内存是32G 的，然后固态呢刚刚应他们的要求说换一个更好的，然后呢就给你打成了希捷 1TB 的 NVMe， 再加希捷 512G， 再加希捷 4T。 这也太大了吧。我不是，我跟你们说，我现在这台电脑好像总共就来到了显卡。我瞧一眼主板，你知道做什么用的吗？冷妹妹，总共可能才2T 1.5T 的样子吧。我想知道，不知道，讲解一下。我想知道用 5.5T 硬盘的人，他的硬盘里都藏着什么东西，需要用 5.5T 来装。我现在这个都用不完。主板是用来切菜的。主板呢，主板呢就是用来做一个数据传输的，它就像人身体的框架一样，就相当于你每天在锻炼身体，学习资料。这个主板呢就像你的身体一样，你的身体好的情况下，然后你才能做更多的运动嘛。这就是主板的作用。包括咱们的一个固态，刚刚给你写的是这个蟋蟀的嘛，然后应水友的要求给你换一个更好的，换成希捷的，就相当于你的固态呢要插在你的主板上，然后做一个更好的数据传输，就是你玩撸啊撸的时候它的读取速度能更快一点。咱们玩撸啊撸不是经常有延迟吗？你不是说就是经常你释放技能的时候你总感觉
因为有一种感觉，就你死了，这个技能还没释放出来。有啊，原因就是因为读取速度不够快。原来是这个原因。我现在给你配上一个最高的读取速度，细节的，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再加一个好的读板，这样的情况下，你释放技能的时候，用 WER， 可能你想放的时候，你用异能，就是说你用你的意念，就直接就放出来了。那就是主板的作用。对，是这个原因。然后呢，显卡给你就配了一个最好的。华硕的 RTX 2080 Ti 11G 猛禽显卡，你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最后一个问题就问你显卡了，这个问题你应该能够想象出来。我只知道这个很重要。显卡的作用是主要负责输出画面的，就是说你的撸啊撸，或者说你玩一些大型的单机游戏，你需要更高的特效，你放技能需要更炫酷，都需要显卡来做处理。包括你去比如说你用电脑去稍微修一点那个照片的背景啊之类的，都需要显卡来支持。知道这个很重要是吧？对，这个很重要。显卡呢，就像咱们身体的男生的一个肾一样，主要负责输出的。它主要负责这种。这主播怎么所有的暗暗的开车呢？所显示的这些画面、啊，听到没有？男生的肾一样，主要负责输出，全部都需要显卡。没有显卡的话，你这台电脑基本上是做不了任何东西的。然后就给你配一个最贵的显卡，华硕的 RTX 2080 Ti 11G 猛禽，也是整个显卡当中质量最好、最稳定的，也是保证你进入这个撸啊撸游戏的时候用了这个电脑不会发生那种电流声。你的电流声之所以发生的情况下，就是因为你进游戏的瞬间显卡呢比较吃力的情况下，就可能会产生电流声。而这一块显卡呢，你玩撸啊撸它基本是不转的，就它的风扇，它自带的风扇它是不转的，自带的风扇是不转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电源了，华硕的雷神，850瓦，电源呢就给你上个850瓦的雷神全模组。这个电源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可以让你看到实时的功耗。它上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液晶屏，这个液晶屏呢能够让你看到整机的一个功耗。搞得很高级的样子，850瓦够了，不需要上1000瓦。机箱的话，你有没有喜欢的机箱？你看我这款机箱你喜欢吗？这款机箱你感觉你喜欢不？这款机箱前面有个眼睛，主要是它是侧透的玻璃，最主要的是这个机箱非常大，散热非常好。我这个人，你不是说不喜欢花里胡花里胡哨的吗？刚刚听你说不喜欢花里胡哨的。这个机箱装出来特别简单，无论是后部的排线呀、比较笔直，你可以看到而且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这是机箱里面，场景非常的大，散热非常的好。你这个人比较喜欢朴实的是吧？这个机箱点亮之后就非常，为什么这个叫败家之眼？正常的就可以是吧？行，那我就给你来个稍微正常一点的好吧。那就是华硕的太阳神，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套了。最好再给他整个皮卡丘的样子。我见他的水杯是皮卡丘的啊，因为贵。我看到冷宝的水杯是皮卡丘的。我说真的，我有一台玩家国度的游戏本，但是我觉得不太冷宝不是说了吗，不喜欢花里胡哨的。既然不喜欢花里胡哨的情况下，直接就搞成这个电脑外壳啥的，直接就搞成无光的就可以了。因为我看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他戴个眼睛，好像我记得他在去年的时候发了一个鱼吧，眼睛好像戴那个隐形眼镜戴的还是好看，我也看不到，非常的通红嘛，就是说不需要太多的光效的话就不需要再加风扇了。电脑的外壳就是华硕的太阳神，华硕的太阳神。对，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很关心价格。
好看你也看不到，对呀、啊，可能伤你的眼睛吧。然后这样的话，整个一套装下来就非常漂亮了。对于键盘鼠标，你还有需要吗？键鼠。鼠标啊，键盘呀、啊，你还有需求吗？这哪个卧室机箱可以烤脚？这一套大概多少钱？外设用自己的就行了是吧？那行，那个外设，然后我就给你直接打上去吧。你要有需求你再说。然后这一套呢，正好可以配成一个，配成一个套装。冷哥最后来句考虑一下立马跑路，你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大家猜一猜这一套大概需要多少钱？他们说30000多。简单的猜一猜。多少？大概多少？50万？你说的跑分应该是说低了。4万。这套大概的价格应该是在这样，冷宝，你猜一下。阿冷妹妹，你来猜一下，你猜一下这一套大概需要多少？30000多，奔他们说得30000奔40000是吧？差不多，差不多就是30000奔40000。信你，30000则要，少于10万不能要。5.2万，那正好是520房间呀、啊。他们说这样太便宜了，中了。建议升级到100000的配置。确定要送吗？太便宜了。这一套基本上是顶配了，啊，基本上是顶配了。这就顶配了。爱情无价。这样吧，然后呢，我看阿冷直播呢，也看了差不多3年多了。我跟阿冷应该是同一年来到咱们这个平台，斗鱼进行直播的。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每天都在看他直播，经常直播的时候也经常会提起他。因为发票开20万，有些那种十几万的电脑嘛，有的十几万的电脑比较多，都是干啥那么贵的？十几万的电脑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来玩撸啊撸的，而且玩的都不怎么好，玩的都不怎么好。大部分人配十几万的电脑基本上都是玩撸啊撸的，而且玩的不怎么好。我要认真工作。疯狂暗示。都是自己人是吧？要不这样，然后我稍微算一下，我稍微算一下，你看这台电脑咱们如果按30000去算的话，除以6，需要将近小5000张办卡。这样咱也别5000张办卡了。在座的各位，如果大家就是说能够在这35，现在是29.35，
如果大家自己就是说现在阿冷的粉丝也比较多嘛，现在大家一人给阿冷办一张卡，在他的直播间办，办够不够不到500张，就是说我这边计算的是5000张，你们一人给阿冷办一张，办够500张，我这台电脑就直接送给他，你看怎么样？你看这样行吗？他们都好抠，对不对？像没牌面，舍不得送我500张办卡，你看行不行？因为如果按3万算除以6，他得5000张办卡。就现在为止，从9:35现在到9:40，5分钟，如果大家在阿冷的直播间送过500张办卡，这台电脑就算我送给阿冷的了。OK 不 OK？ 赶紧过任务。就是大家一人发动一份力量就可以。我要去开粉丝团任务了。好吧，现在已经36了，还有最后的4分钟，还有最后的4分钟。在阿冷的直播间，如果办够500张，啊、嗯，4分钟，还有4分钟哦。哎呀，大家一人掏出来一张，基本上这台电脑就算我送给阿冷的了。你要去开粉丝团任务了，那你赶紧啊！这个兄弟也太会做人了吧！计时器抢一下镜头，可以。那我现在来计时喽。谢谢大腿的飞机。好，我现在你的名字太长了，以后你在这个直播间的代号就是大腿，好吧？然后我现在打开阿冷的直播间，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办。那要是没过，大家确定办完了。确定啊，到40的时候，如果大家办完了，我就要自己掏钱了，然后这台电脑就直接送给阿冷了。我现在已经打开了，那不是很尴尬？我看了冷宁兄弟送了10张，然后格雷夫也送了，现在大家已经开始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钟。那是不是很尴尬？不会很尴尬呀。谢涅盘的时光情书，谢赤好冲进的时光情书。你的还有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听。谢冷您的时光情书，谢冰下的10封情书，谢我冷的10封情书，谢风过无声的20封情书。香叶互吹，谢谢很喜欢不一样的你的10封情书，谢浪漫悲歌的10封情书。主播，你是借着送给阿冷电脑，想要阿冷家的地址吗？谢谢叶星的10封情书。我是这样的人吗？能不能？我有个水友问。还有最后的2分钟，现在一人送一张，最后的2分钟，2分钟送完之后，这台电脑我就直接送给阿冷了。能不能？啊，等一下，最后的2分钟。刚少年说啥来着？啊，刚年少说能不能送10000张？哇，10000张！感谢月户哥，月户哥牛逼，直接一个500张，喜提20台。祝月户哥吃不愁，穿不愁，不住平房住高楼，天天潇洒，夜夜温柔，财富如同长江水，生活如同井上花，大财小财天天进，一顺百顺，发发发！感谢、啊。他们这一套套的，怎么跟我有一个水友问说相声一样张的，然后喜提20台的那种。不能，仅限一台，可不能这样，快把人家给吓的。这个不可以，一台就可以了。你要送10000张喜提20台，那太尴尬了。对呀、啊，不够计时的了，你已经提前完成了。慌了，秒怂了，不是秒怂，这不是秒怂的问题。主播慌的一。这不是秒虫的问题、啊、真的要吓死了。我忘了这个只对你不对于你。要是如果就是说如果你的水友也想就是说订购电脑的情况下，主播很慌是吧？确实有点慌。如果你的水友想订购电脑的话，可以这样，就是说如果有阿冷粉丝团十级以下的去订购电脑，我们可以免费去在最低价的基础上提供一些精美的小礼品，比如说大鼠垫呀、抱枕啊这些东西。如果十级以上的，如果大家购买电脑的话，就是阿冷的粉丝牌十级以上的，咱们可以直接在整价的基础上减去100块钱，这样给大家做一个优惠是可以的，这样是可以实行的。
宁远他说你的电脑就去郑州找他配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龙宝的粉丝牌的，如果大家有老电脑或者新电脑嘛，经常也会出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左下方有联系方式，然后针对大家都是免费做售后的。如果大家有电脑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左下方有联系方式，只要龙宝的粉丝牌，咱们可以给他免费做售后指导。是越来越爱的时候，咱们有一个专门的售后团队，是可以这样操作的。就是只要有大家有粉丝牌，咱们可以免费帮他协助售后问题。终于感觉自己的牌底下的想购买电脑的，这个主播在郑州挺有名的啊，你也认识啊？都是比较值钱的。如果十级以上的想预购电脑的话，咱们可以去在整价最低价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去减一百块钱。对，我也觉得他这样也是可以的。他咋今天就把节目给做完了嘞？冷哥有牌面，那必须有牌面。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冷哥这个外号是谁起的？那我明天就，因为我每天看阿冷，他不是特别冷啊，我感觉他非常的暖啊，无敌电脑了，并不冷啊，我觉得阿冷很暖呀、啊，你们都叫他阿冷冷哥呀、啊，感觉都把他给叫冷了。如果没有赢，那一定是配置还不够好。按冷将的粉丝牌打折好吗？那可不行啊，那你这个二，你这个三十级的粉丝牌怎么打折？明天我的撸啊撸如果没有赢，那一定是配置不够好，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如果你的明天撸啊撸不赢的情况下，实在不行我就咋呀，就说如果实在不行就咱俩排一局吧，实在不行就咱俩排一局。我现在是青铜四，应该是可以带得动你吧，或者你带我也行。爬不能陪你，不能陪你一起赢，但我可以陪你一起输。我们俩要俯冲黑铁，大是吧？我主播叫白银好吗、哦？什么青铜？感谢一生守护，感谢老板的半场大气啊！我们俩居然，那我俩要俯冲黑铁了吧？聊了半个小时，应该不会吧？我觉得你的辅助打得挺好，其实我的打野也不差，实在不行咱们就野辅联盟吧。他高估了你也高估了自己。聊了半个小时了是吧？行，然后那就这么定了，好吧，那就这么定了。然后明天公司以下必输。对，这个电脑是白嫖的。行，那就明天。哎呀，大气大气，感谢阿冷又送来了一发这个火箭，大气啊。好了，等我去烧水了。天哪，今天时间太赶，我没来得及烧水。行，那你就先忙喽。好，那你就先忙，那就明天见喽。明天见。尽我这本